偶遇一个满籽的玫瑰龙虾啊，绿色的籽是不是变异了？龙虾肉特别肥，这它的虾线，现在带出来，这肉特别鲜甜，晶莹剔透，啊，完美脱壳。这一套咱煮粥吧，捞汁生香五香。东方虾，洗个香。you
来个花龙头刺身啊，这个须子也掉了，拿牙签粘的，这个头里面还挺满的，有一块大块黄不能浪费，5斤多的花龙头刺身，这个头里面这一点黄没有玫瑰龙的黄多。须子应该黄更显得多，但是肉挺肥。这块还有黄，这块在这儿了，给你们吃过。超鲜甜。夹馅儿虾黄三种馅超大红魔虾，虾脑，虾线。
虎虾。再次偶遇一个满籽的龙虾，咱们检测一下肥不肥啊？先吃这籽吧，满满全是虾宝宝。这个籽放到鱼缸里能不能养？估计养不了，这个是来货，是超低温的。没脱壳，小心。